所谓恭敬真信，屈服无名，名为礼拜。若能恶情永灭，善念恒存，虽不礼相，名为礼拜。其相即法相也。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，亦为礼拜，故须屈服外身，室内恭敬，觉外明内，性相相应。若复不行礼法，为执外求，内则放纵贪吃，常为恶业，外即空劳身相，乍现威仪，无惭于圣，徒狂于凡，不免轮回，岂成功德？